又到今日咧 T 字头嘅禅绕图案啦。咁呢个图案咧，咁个名叫 Tri-Pony 啦。其实就严格嚟讲都唔可以话一个图案嘅，即系一个即系填满嘅一个方式嚟嘅。喺度话你就知我讲乜嘢啦。咁咧就今日我想咧用嗰个暗线咧就多个即系俾啲曲线一啲嘅，咁或者加就咁画圆形咧又好难啦，不如我哋试下咧就将佢画做咧，好似一个即系。即係又唔使專登好圓嘅橢圓啦，係嘛？即係一個底，即係暗線。暗線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一個參考一度畫嘅時候咧，會即係會有個邊界係點樣樣嘅。我哋大概咧有一個橢圓嘅暗線啊，肥少少都得。咁啊，既然係鉛筆咧，其實有少少重複再框少少都唔驚嘅。啊，亦都唔需要拆嘅，因為最後我哋會將佢變成一啲灰階陰影咁樣 ，OK 嘅嚇。所以我今天呢就會大概有一個呢是好像橢圓雞蛋這樣的即暗線，然後呢就會開始畫啦，用我們的針筆。這個 Tri-Poly 呢個基礎的個圖案呢就是一個三角形來的，三角形是啦，一個即就是三角形啦，咁幾大幾細呢都沒問題的，我畫大一點給你看啦。咁畫完一個三角形之後咧，就是但即喺三角形其中一個角嗰度咧，就隔少少空間咧，就再畫翻一條邊。咁咧就用幫佢咧係變成另一個三角形嘅開始嘅基礎。咁就喺呢一度咧畫另一個三角形啦。咁啊，如此類推，即係譬如我將呢一條邊咧又再畫一條。咁然後咧，我就用呢個三角形嘅基礎咧，再去畫一個三角形。咁呢啲三角形咧都係一啲等邊三角形嚟嘅，我哋諗嚇，咁又唔使太過介意係咪好直嘅，唔緊要嘅，就算曲曲地都 OK 嘅，係啦。咁咧就係有時有啲人專登係曲嘅，等佢咧即係好似有啲即係美感多啲添嘅。咁所以我哋都冇問題嘅嚇，直啲又可以，曲啲又可以咁樣啦。咁其實咧就將成個範圍咧都畫滿咗三個形佢。咁咧，所以咧就好多個嘅，就一度咁樣去排列啦。每個都係咧用頭先另外一個嘅做基礎，然後咧就再即係加邊咁樣去畫過去，咁樣一度重複畫，將呢個範圍咧都鋪滿咗三角形，就係用呢一個方法啊。一個三角形的另一條線那裡呢做基礎，這樣去開始畫另一個三角形，這樣重複畫。當知道了之後呢，我們就是重複畫一些三角形去填滿這個剛才我們想著呢這幅畫的一個界限的暗線。每個三角形的開始呢都是在另一個的那裡大其中一個底那裡呢加多一條線，然後咧就喺嗰度發展一個新嘅三角形出嚟，係啦，冇錯啦。每一個咧都有由另一個嗰度咧做一個reference， 我哋話參考咁樣咧去發展嘅。去填滿它。如果你已經知道怎樣去填滿，你就已經可以在你的幅畫那裡開始去填滿它。如果你未知道你很想看，當然你可以看完它，但我做的事情都是重複而已。好，那我今天定這個界限就是這樣重複啦，只是重複三形填滿都很有型啦，是吧？我今天就不是停在這裡。咁跟住 Tri-Pony 咧，除咗用三角形填滿嗰個即係範圍之外咧，就係喺三角形入邊嘅變化啦。咁咧，三角形入邊嘅變化有好多嘅。咁可以係成幅畫都係同一個變化啦，亦都可以成幅畫有唔同嘅變化拼埋。咁我喺度咧試唔同嘅變化俾你睇啦。其中一款咧就係咧譬如中間咧再咧捆一個三角形邊，然之後咧我哋加一條線咁樣。去翻個三角形角嗰度啊，好似有少少咧，即係三角形寶石咁樣係嘛？咁你哋可能咧，跟住就隔離左右嗰啲咧，都會重複
咁又或者咧，仲有啲咩款咧？就係譬如咧，就我哋可以咁樣啦。譬如係好似有個彎曲曲嘅，即係弧度，然後咧就有咗個角佢，咁啊再加個一個裙邊，係嘛？一個弧度裙邊，然後將加點咁樣又得。跟住咧，我哋揾幾個咧都重複呢一個圖案嘅畫法啦。 你可以揾幾個啦，或者啊，你唔中意呢個，我哋再揀個另一點都得嘅喎。咁呢個當你去即係畫呢個 tri-pony， 即係就係用三角形填滿一啲範圍，然之後咧再喺啲三角形入邊咧，我哋去加唔同嘅圖案落去。但係嗰個唔同嘅圖案咧，其實個變化又係可以好多嘅。如果你自己諗到一啲，你哋絕對係可以加落去嘅。啊，咁就係唔同嘅變化咧，佢砌咗出嚟咧。 就有唔同嘅即係圖樣啊咁樣，又或者咧係你諗啊冇我就學咗春天係嘛，咁我真係仲用啲春天擺喺個三角形中間，咁啊可能嗰啲角咧我就滾咗佢啦，就係中間就係嗰三嗰個春天咧就係咁樣啦，好有型咁樣都得嘅喎，咁我哋要加幾個咁樣有型春天。 呢個咧，我哋就由咗佢，又得係嘛？加幾隻嘅喎，可以嚇幾多隻咧？又冇特定嘅咁啊，好似嗰個靈感度跟個筆尖嗰個感覺去幫手去畫，冇啱同錯嘅，亦冇最好最唔好。 呢下咧可以俾自己嗰個靈感去出嚟去決定啊！咁啊，每一個嘗試都係好嘅，只要你肯去做，每一個都一個好嘅嘗試嚇。咁咧亦都可以考慮下咧，係譬如有一款咧就係咁樣啦，有一點喺中間，然後起曬角咁樣啦。 咁你想嘅話咧，就咁又得，就唔係咧，就加多個over又得嚇，咁樣又得，即係咁樣一點咁樣三個角，咁樣都係一個款嚟㗎啦，已經咁啊覺得即係仲係多白空白喎，想加多啲又得嚇，咁啊所以你喺度可以咧用啲唔同嘅方法去填滿咗嚇你手上面嗰個三角係點樣嘅。 可能咧未必會同我呢張完全一樣，因為個變化實在係太多啊。咁可以係好唔同嘅，你可以用你見到手上你想用嘅方法，諗諗下想跟翻呢一個多少少嚇，再重複用呢個又得，諗下想你用呢個，或者再唔係另一啲你諗到嘅方式又可以。 咁啊，仲有好多方法噶噃，咁啊，再唔係咧，可以俾個彎彎嘅，即係月亮佢啦，啊，中間加翻粒珠又得，三邊都彎彎月亮咁樣嚇，捆咗個邊，然後喺中間加翻粒珠，側邊空白嘅地方咧，我哋又黑佢，又可以，咁咧。 咁咧喺唔同嘅即係三角形嗰度咧，我哋都加一啲點綴俾佢。咁咧可能喺唔同嘅範圍入邊都會有一啲。咁呢個我哋可以用翻呢一款都得嘅喎，如果你覺得呢一款咁樣係啦，咁啊差唔多成個範圍嘅。
三個形咧我都填咗啦。咁然後咧，我就會加翻啲灰階嚇暗線咁樣。呢個我用咗個即係好似橢圓蛋咁樣啦。咁我就會咧加翻啲灰階喺個邊。其實我哋畫幅個蛋幾好啊！邊，然後咧，我就捽一捽，等佢咧嗰個線個冇咁圓不狠咁明顯，反而係變翻啲灰嘅一啲顏色，好似咧喺側邊比較即係暗啲，所以咧嗰個有個深度咁樣樣啦。同埋咧，我哋好多時我都話啦，唔緊要陰影打咗，你覺得唔滿意咧？就加多少少，係咪？係啦，咁樣再明顯啲嗰、那個即係陰影，咁咧再加翻啲立體嘅感覺，好似個蛋咁樣係嘛？雖然個字已經過咗啦，咁然後咧你決定你呢幅圖咧你想點樣睇啦？我都真係覺得咁樣睇好睇喎。咁我打直佢，簽個名先。好，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畫嘅 Tripony， 你哋都翻去試下啦喎。